全球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您收看《大爱一心观》。我们看到这个女生啊，确实是蛮辛苦啊，尤其是这个古代的女生啊，譬如说现代女生啊，当然梳妆打扮呢、啊、再说啊、这个都是相同的，但是呢，稍微年代稍微也没多久之前，几十年前，这个女生你看出门啊这么蛮麻烦的、啊，这个帽子啊。装束啊，而且这个帽子又要出奇制胜啊，要争奇斗艳啊，跟人家不一样才可以啊。现在是撞衫撞包，现在以前是撞帽啊、那样的情形啊，要避免，所以这个很复杂。不过不要讲女生戴帽子很复杂，男的尤其是有一些身份地位的人戴起那个帽子啊也很复杂。譬如说你看这个看起来就是一位大人物那个样子、啊、戴上的一个高帽。高帽后面还有个尾巴，哎，这也是很复杂。这个古代人确实很辛苦啊，这个要把头发等等的弄好，都已经要花很多的时间。不过提到这个帽子啊，大概一个最糟糕、最难戴的帽子是什么？这个帽子，乌纱帽，尤其在现在这个官不聊生啊，非常辛苦的一个状况。我们要对所有的这个政府机关服务的人，其实应该要多一点点支持跟鼓励啊，因为这个乌纱帽确实自古以来就不太好戴的。好，我们请大家看一下，这个乌纱帽干嘛戴两边这样的一个横杠的这个东西，帽翅啊，帽子的翅膀一样的这个东西，为什么要这加这两条干嘛？要平衡吗？好像走钢索要平衡吗？不是，这其实啊，历史可以追溯到宋太祖啊，赵匡胤的时代，他这个这个早上啊，在开晨会的时候啊，治国大事啊，大家要一起来讨论啊，结果发现底下有些人啊，交头接耳啊，好像不怎么专心的样子啊，他也很生气啊，于是啊，就弄这样的一个帽翅出来。为什么用这个帽翅出来啊？最主要就是当他交头接耳的时候，这个会有点震荡，好像地震一样，这个头震荡一样，他。居高临视啊，一看之下就是知道这个兵部尚书啊，你在这边说什么话，这样子等等啊，那就可以控制全场啊。所以发明出这样的东西，这实在蛮天才的。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啊，结果果真啊，底下一片祥和啊，谁都不敢大话吭一声啊，这个非常有趣。不过今天要跟大家谈的是帽子啊相关的，这是一个故事啊，待会再谈另外一个故事，而这些都跟病人有关系啊，什么样的一个状况有关系啊？这一个病人啊，在40岁的时候啊，他是因为右上腹部的一个疼痛，那么造成的这个不舒服的一个状况，结果那时候开刀就把他这个。胆这个地方有结石啊，所以把胆囊这个地方给它拿掉，所以胆结石跟胆囊拿掉，不就这个就故事就结束了吗？就没有什么这个后续可能产生出来问题？有啊，当然有，因为胆囊刚拿掉的时候，可能有点肚子啊，吃东西的时候，尤其稍微有点油腻的时候，油腻的食物的时候，拉肚子的机会会比较大一点。那所以那个只要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，还有饮食的控制，会。改善掉，可是呢，40年后，另外又发生同样的状况，上腹部的疼痛啊，而且是吃饭后比较明显的，吃油腻的东西比较明显的，奇怪，胆结石还有这样子啊，续集还有这样子啊，这个狗尾续貂这样的一个状况，怎么会有这样子这个奇怪的这种状况产生？待会会跟大家报告。不过提到狗尾续貂啊。到底为什么续啊？为什么又用狗尾巴来做这个情形啊？其实这个又跟历史有点关系啊。这个历史当然主角绝对不会是这个女生啊，这是达文西的画里面的、抱着银雕的这样的一个女子啊。你看这个雕可以当宠物啊，这恐怕也是很少见的，在现在很难可以看得到。那在中国社会里面呢、在中国历史朝廷里面呢、常常被用来做成帽子的后面。官帽的后面这样的一个东西啊，所以啊，好像第一个表示它是很尊贵的意思啊。那这个
再用它的一个各种不同的一个设计来把这个官位啊做一些区分呐、啊。所以话说，在西元大概300年左右的时候，那么那时候有八王之乱的、啊，就是晋国，也就是这个三国之后的那个晋国，司马懿开创以后，他的不知道，反正有一些司马什么东西，其中有一个叫司马伦的来篡位，篡位以后啊结果成功了，成功以后啊，他就在想说要把这些帮忙他篡位有功，这个夺取这个政权有功，拍马有功，拥戴有功等等这些有功的人士啊，通通给他进爵加官啊，给他官位做啊。那结果就要制造官帽。那时候的官帽刚刚提到，就是要用这个雕的尾巴来弄在后面啊。结果国库啊已经年年征战了，已经是很空虚了，那个雕尾的库存量也不够啊，那该怎么办呢？于是就用狗尾巴来代替啊，所以那个叫做狗尾续雕，这个故事是这样子啊。结果呢，洛阳城几年之内看不到一只狗啊，通通被宰光了。那即使勉强看到狗的，也是看到人就跑掉了这个状况。所以你看人类历史啊，干嘛带这个东西呢？那个雕又跟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个这个这个什么样的一个恩怨呢？何必用这样的方式来彰显这个身份跟地位？好，我们再提到刚刚那个续集啊，肚子不舒服的续集的故事啊，到底他为什么又产生出上腹部的一个疼痛出来，而且是在吃饭以后给他做超音波的检查，大家也看到这个黑黑的这个阴影啊，这其实啊是我们的胆管，可以看到胆管变大的一个状况啊。大家看超音波的时候啊，其实这个肠胃科的医师啊，他们都会在这个影像上特别标示啊，这个超音波的探头放的位置是在哪里？像这个白色这个，就是表示超音波放的位置是在右上腹部这个地方啊。放进去以后，这个角度一看，这就可以看把胆管这个状况看得很清楚。原来胆管扩大，也就是说，刚刚看到我们有问题的点是这个胆囊，可是胆汁的形成呢，它还是从肝脏里面，然后透过胆管最后到总胆管这个地方来，所以在这个总胆管这个地方还是有可能发生问题啊，因为胆汁的源头它还是在，不是说把胆囊去掉就没有胆的，没有胆汁的形成，不是，这个肝脏还是有这个胆汁，然后它可能因为某一些感染的因素啊，或者是少数啊，譬如说是胆固醇等等的一个因素，还是容易在这个地方啊造成这个结石在总胆管这个地方，所以大家可以看到，哇，这个结石不小哎，于是这个结石一塞住以后，这上面这个胆汁的一个流畅通畅性就受到影响，这个胆汁就容易在这个地方细菌在这个地方滋生而造成感染，所以不只是疼痛，这甚至于引起败血症的非常严重的一个症状产生出来，所以给他进一步的检查也可以看得到，在这个总胆管里面可以看到这样石头的一个阴影在那个地方，这个当然像这个病人啊，因为这个整体的一个结构啊，已经开过刀的关系啊，40年前结构发生很大的改变，所以比较没有办法用内视镜的方法。假如现在还可以用一般的这个没有这样复杂的状况的时候，也可以透过内视镜。内视镜它这个透过十二指肠，胃十二指肠到达十二指肠这个地方是总胆管开口的地方啊，进去以后再把这个地方稍微给它弄宽一点的时候，这个石头啊就比较容易可以给它处理掉出来啊。譬如说实际的状况，我们可以看得到，这个就是开口这样的一个地方啊，这是开口的这个地方，然后内视镜啊，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内视镜啊，把这个开口的地方给它烧开一点，烧开一点，那里面的石头啊就比较有空间啊，不会卡在那个地方，那可以让它有办法掉出来的这个状况啊。那掉出来以后，自然就对于这个胆汁的淤积啊，它所引发出来细菌感染的一个状况啊，可以得到好的控制。大家可以看到，你可以看到那个就是脏的那种感染的胆汁啊，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啊，它可以有引流的这个效果。当然，这个病人是透过开刀的方式，同样的把这个总胆管里面的石头给它取出来以后啊，再放一个引流管，让这个胆汁啊，脏的胆汁啊，可以引流出来以后，过几天这个发炎的反应啊，就很
快的这个可以控制下来。所以胆囊绝对不是胆汁的形成的一个地方，胆才是，肝脏才是。所以肝脏的功能实在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那么提到这个冒刺啊，以前在用，现在不用，不过可能可以考虑开会的时候，或者老师上课的时候，是不是发点这个帽子给同学或者开会的人。感恩的收看，我们再会。